同学，请坐，请坐。请看《菩萨问名品》第七，正行甚深。法首菩萨寄送第一首看起。时法首菩萨以颂大曰：佛子善谛听，所问如实矣，非但以多闻，能入如来法。前面普贤菩萨所问的，我们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学习。菩萨所问的几乎都是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修持上的通病啊，几乎一般人都有。非常难得了，在华严会上菩萨给我们问出来了。法首菩萨代表佛陀为我们开导，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我们知道他不是真正的七心位的菩萨，不是真的，都是古佛再来作思示现，正是所谓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其性菩萨而得度者，即现其性菩萨而为说法啊，我们就明白了啊。那么法首菩萨所说的就是佛说的啊，我们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清凉在注解里面啊，给我们注了不少啊，这首偈注得很长。十颂分二啊，这就分为两个大段。初一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劝赞略说啊，那么略说可见得文字虽然很短呢，意思很圆满啊。那么这四句，第一句劝听，佛子善谛听啊，特别着重这个善字啊，谛听，仔细的听，认真的听啊。善字这个字重要，这个字确实是大乘教里面的关键。我们用耳听不善啊，这我们很用心听，我们这个心是第六意识啊，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也不善。那这要怎么样才叫善听呢？七心论里面告诉我们啊，
马明菩萨说的，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这个叫善听。宗门里面常常讲的参究啊，参究是善听啊，为什么呢？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啊就不善了啊。心意识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懂得，心是妄想啊，意是执着，识是分别。不用心意识啊，也就是说我们听经，我们读经啊，看经，都不要执着，都不要分别。当然最好呢不要有妄想，这个不要有妄想非常困难。说实在的话，不是我们凡夫能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功夫啊，就用在不用六七识啊，阿赖耶暂时放在一边，为什么做不到啊？阿赖耶是妄想，就是我们常讲起心动念，这非常困难啊。转八识成四智，是先从六七转啊，六七是因上转的，五八是果上转啊，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果上才能转，我们在因上用功夫。那因上这个善这一字，就是你不用分别，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善啊，认真仔细。所以这个字是个关键的字啊。那么我们学佛，说实实在在的话，学了这么久了，这么多年了，要用菩萨真理的话说呢，不善学啊，听经呢不善听啊，看经呢不善看。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没有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原因在此地，这不能不知道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的也很好，他说的非常具体啊，粗句劝听，远离共高、轻慢、怯弱三种杂染，方明善听。马明菩萨给我们说的是总的指导原则啊，离分别执着，那看看此地，这个很具体了，啊，共高是傲慢的，啊，这个得不到利益，啊，为什么呢？真正得利益了，要虚心。你才得利益了啊，谦受益啊，谦虚啊，自以为是就得不到利益了。第二种轻慢啊，慢也是骄慢啊，轻是轻视，没有把这桩事情看重
啊，贡高是自以为是，啊，对于道学轻慢，对于经教轻慢，对于老师轻慢，你还能有什么成就呢？正是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说了很多遍了，一分沉静得一分利，十分沉静得十分利，高慢都没有沉浸的，啊，这是不得利益的原因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第三个呢，怯弱，啊，这是自卑，总觉得自己不行。啊，自己无论在成都，啊，在各个方面呢，差太远了。啊，这样深的经典，我哪有资格来学习呢？正是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讲的信心呢，这个人没有信心。啊，不能自信，对佛菩萨很恭敬，自己觉得这么大的法不敢当。啊，还有一等人，都是好人，都非常难得，觉得自己一生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不敢见佛。在寺院里面大殿，大殿上的佛像呢，不敢看。实在讲，这种人是很好的人啊，他有惭愧心的。啊，他在佛面前，这个佛像面前呢，觉得自己罪业深重，啊，不敢见佛，不敢看佛。这个也错误，你看，贡高我慢是错误，啊，过分的自卑呀，也是错误。啊，诸位想想，这些是不是通通是分别之处？啊，这个是学佛不能得一点。重要因素啊，那我们有没有呢？肯定是有。有自己怎么样？不知道啊？怎么晓得肯定有呢？我们的真诚心，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恭敬心，我们的精进心，不到位呀。你从这个地方细心去观察，去检点，发现自己确实有功高，有轻慢。也有切入啊，这个东西我们没放下了，远离就是放下了啊，把这些烦恼习气通通放下了
让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现前啊，那是我们的真心呐、啊。真心在哪里啊？放下妄心就是真心，你可不要再去找真心啊！啊，就是啊，当下就是啊。啊，用一个清净心、真诚心来接触佛法。灵音说二啊，啊，对，这样下面还有，求悟解故，专一取心。啊，那就是此地讲的，就是一心。啊，一心就是专心。我们佛门通常见面大家合掌，这个合掌就是代表一心啊，这十个指头代表散乱呢，我把散乱收回来啊，所以合掌代表一心，一心是真正恭敬的啊，佛法这个礼节也是表法啊。我们掌是合了，我们的妄念有没有收回来呢？啊，这就有问题了。形式上做得不错，还是有妄想，还是有杂念，心还没有收回来。孟夫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那就是合掌意思啊。什么叫学问呢？把你那个散乱的心啊统统收回来，就是的啊。我们学佛求的是什么？求觉悟，求解脱啊，觉悟是智，解脱是心我们求的是这个。如果你学佛还求名闻利养，错了。你还想求五欲六尘的享受，你永远不会开悟，永远得不到解脱。解脱是离苦，所以我们学佛方向目标决定不能有差错啊，这样就对了啊。首先你看，这要专心啊，要一心，然后去听教啊，灵应说耳，扫地其心，摄一切心，方明谛听。啊，把一切妄念呢通通都收回来。这个一心现前。啊，所以无论是读经，文字是音声的符号。啊，所以看经跟听经都需要懂得消归自信，随文入观，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有分别执着，你就没有办法随文入观。现在人的通病啊，普遍普遍的病，没有耐心了 啊心里面烦躁，静不下来啊，
所以现在在这个国外许多地方，我们佛门这些大德确实也很难得看到社会这个病态。他们在寺院里面办静坐班啊，很能吸引人啊，多少人到静坐班里面来报名来学静坐，他并不是学佛啊，就是什么，他太烦了啊，心静不下来，到这个地方来佛堂里面呢来坐下来收心，啊，这个也很有效果，啊，总算得到一点安静，来坐一个钟点，啊，就是修清净心，修一个钟点，坐两个钟点嘛，就修两个钟点。静坐班常常人都是满足的啊，确实是好事情啊。可是在这边虽然静坐了一两个钟点，出了寺院之后啊，他又乱了啊，这种情形我们很容易理解啊，因为你在禅堂里面啊，在这个静舍里面，你跟外缘暂时离开啊，啊，离开教室，离开寺院，你跟这个社会的软钢啊，啊，又投入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你所学的没有把它用在生活上，没有把它用在工作上啊，处事待人接物你们用上，如果用上呢，那就很管用啊，这个用上是要相当长的功夫，无论是在顺境是在逆境，善缘或者是恶缘，你都能保持着如如不动啊。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你要问个难的原因在哪里，古人说得很好，华严经上你看清凉大师判教，信结行证啊，这是修学的四个次第啊。我们想把心静下来，这是行啊，但是前面没有理解，所以行就不得了啊。佛祖叫我们放下外面，为什么要放下？不懂，勉强放下非常困难。如果真的把这些道理搞通达明白了，那放下就不难了，啊，就很容易了。啊，事实真相也真是难为世尊，49年讲经说法了，把事实真相啊就讲了22年呐，般若经啊，般若的总纲领就是心经。你看看心经多少字？
260个字啊，总纲啊，这个一展开呢，佛说了22年。啊，所说的就是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无所有啊，真相毕竟空啊，真相不可得啊。《般若心经》到最后的结论，无知也无得。这是真实智慧，看到事实真相，你说他放不放下了？啊，当然放下了。诸佛如来彻底放下了。啊，诸佛如来广义的说，包括此地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这都是说都是诸佛如来这个范围里面的啊，他们都放下了9法界的众生啊，虽然学佛也学佛菩萨放下，不彻底，不究竟，不是真的放下了啊！真放下管用啊！真放下了没过失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一样的也要为大众服务啊，在中国。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应化来的，善导大师也是弥陀应化的啊，还有天台山过清寺的风干和尚啊，这大家都知道的啊，弥陀化身啊，啊，文殊普贤观音实质啊，应化在这个世间，确实为大众服务，也为大众做了很好的修学榜样。我们后学的人要会看，要能够细心体会得到，那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古时候人福报确实大，一个道场常住里面的执事啊，住持、当家师啊，维诺，许多都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因为担任这些事物操心啊，耽误你修行啊，佛菩萨慈悲啊，他来啊，他来照顾我们啊，你看事他样样都做，做得很圆满啊，
做得叫大众啊心服口服，心地里头一尘不染。凡夫要是做这个事情呢，那就麻烦了。佛门里面有个谚语说，这是讲我读的佛门自己家的人说的，你想害那个人啊，你就请他做当家师，你就请他做方丈，这话有道理啊。做了当家，做了方丈，如果没有德行，就变成此类说功高过慢。一天到晚忙着这些事物，忙着这个交际应酬，哪有时间听经，哪有时间去念佛啊？福报享尽了，道业不能成就啊！纵然为大众服务时做得好，修一点人天游乐福报，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在佛门里面修行，什么人福报最大了？轻重不管事啊，对一切事物不闻不问，一心念佛。往往这种人呢，有殊胜的成就。啊，哈尔滨极乐寺，我们在这个谭旭老法师这个影城回忆录里面所看到的修无法师轻重啊，在这个寺院里面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做粗活啊，他也没念过书。你看他往生多自在，欲知时至，没有生病啊。极乐寺建成，第一次开戒，他到戒坛里面去帮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做义工啊。那个时候方丈是谭旭法师，建院就是当家师是定西法师，这两位大德香港人非常熟悉啊，以后都到香港来了，这是他们家的事情啊，修无私往生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传戒的时候，谭老请他的老师来做德界和尚，他的老师是地贤老和尚。住了时间没多久，修无就来告假。大家很烦恼啊，你答应了到戒坛帮忙照顾病患，伤风感冒的需要人照顾，照顾病患，他要告假，他要走了，谭老是很有修养的，没说话，可是定西法师就沉不住气了，就把他呵斥一顿，你这个人怎么没有耐心，戒坛才是两个月的时间，你要走也得等戒坛结束圆满之后再走。修无师告诉这两位
长者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他们两个一听，这个事情大了，哪一天走啊？徐布斯说，不出十天啊，请常住跟他准备200斤劈柴，准备火化啊，还希望的时候呢，能有几个人帮助他助念啊，这都没问题啊，这是预先告消息，不超过十天啊。到第二天呢，他又来了啊，老人问他，你什么事情啊？他就告诉老和尚，我今天就要走啊，常住立刻给他准备一个房间啊，准备一个空间，那个也有几个很热心的人呢，听说他要往生啊，大家都很欢喜，帮他助念送他，你看看，一点病都没有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真的走了。助念的人就问修无师啊，啊，这是恭喜他了，真难得了。他说，过去这些往生的人临走的时候啊，都要做几首诗，做几首偈子，留给后人做纪念。啊，他说，你也给我们留一点纪念吧。修无师说，我没念过书。啊，我也不认识字，啊，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作记，可是我有一句话了，留给你们。他说：“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智慧。”大家听了这个话的时候，说得很老实，很踏实，很有受用。要真干才行啊！啊，我们学经教要真学啊！我懂多少，我就做多少。经里头字字句句有无量意啊！啊，所以这个经书读的时候读的有味道啊，啊，你读一辈子，天天生欢喜心，啊，什么原因呢？天天有悟处。啊，如果天天念，天天没有悟处，你会念厌了，念到最后呢，不想念了，没有意思。天天发现有悟处，哦哟，这个就这个学习的兴趣就提高了啊！果然岂如欲罢不能啊，自自然然的不眠不休啊，吃饭忘掉了，睡觉忘掉了，这经里头有这个法味，你尝到了啊！听经一佛如是，听出味道出来，一听就会听8个小时，听10个小时，啊，他不休息啊！啊，我曾经听说这个大陆上有些同学啊，告诉我他们听观点。听得很得受用啊，一篇一篇听的，到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不晓得天已经亮了，把睡眠忘记掉了啊，这是什么的法喜啊，如果能常常保持，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啊，所以看属于眼根，听属于耳根，都要懂得把心里面那些妄想、分别、执着啊，暂时的放下了啊，这个扫剃就暂时放下了啊，你的清净心现前了啊，你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清净心，听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听清净心，时间越久，你这个清净心能保持长久。像夫子赞叹颜回呀，啊，三月不为人，啊，也就是说，颜回的能力，听到教训，能够三个月不违背，啊，他天天听，永远没有间断的听。那它就长时期的保存了啊，听一次能保持三个月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想能长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这个心长生智慧啊，那我们只有一个方法，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才能做得到啊。诸位如果要问我啊，像我们这样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以告诉你，肯定能做到。你要问我凭什么能够这样子肯定，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过来人啊，我跟同学们说过，我不是上根立志，我是中下根性啊，中下根性能有一点长成就，就是决定不能间断啊！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一般人，你读圣贤书，你可以能保持三天。那我天天读，不就永远保持了吗？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一面呢读经，同时啊要把外面不善的缘断掉。啊，外面缘几乎都是不善的。啊，头一个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把这些东西你要能远离，你的心才得清净。这个东西扰乱心思，你常常跟这个接触的话，圣教都不产生作用啊！为什么呢？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啊，这是你内心里的因，外面这些东西是缘啊，缘在外头一勾结，把你里面的烦恼全部引爆了，你还能受得了吗？所以外缘我们要远离啊，内里面呢，我们用圣教，用经典来熏习我们，
常识熏习，我们这个观念的思想啊转过来了。啊，要多少时间？根性利的要十年。啊，我跟诸位说过，我不是那个利根的，我转过来的时候30年。啊，所以我才有这个胆量跟诸位说，常识熏修，你也能成就。啊，你能够像我这样30年锲而不舍，那怎么会不成就？啊，外面的染缘决定要放下。对于圣学啊，经教真正生欢喜心的，你就尝到乏味了啊！不要人督促啊，欲罢不能啊。那么这种境界很少人有，为什么呢？很少人能这样干法，真干呢，你才能切入这个境界啊！你不真干的话，你得不到啊！懂多少学多少，依教奉献，天天有进步啊！天天烦恼轻，智慧长，他怎么不快乐呢？啊！所以方老师当年跟我说，就把这一句话把我引进门来，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一生感激他。啊，确实，如果不是他，我不可能学佛，不可能接触经典。啊，幸亏他的介绍。啊，我也非常认真地来学习，啊，得到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不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啊，世界虽然是个大染缸，我不接受它的染污。啊，现在人讲啊，免疫力很强。啊，确实如此。啊，经上讲的这些随烦恼，啊，我们不是没有，很淡薄。啊，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自然有把握。那佛在经教里讲的太多了，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境随心转的，我们天天想的是圣贤的教诲，天天接触的也是圣贤的教诲，啊，念念不忘阿弥陀佛，念念向往极乐世界，你说哪有不生的道理？啊，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这个世界就没有留恋了。啊，这个世界好像我们住旅馆一样，过两天就要走了。对这个地方确实没有丝毫留恋。啊，这个世界放下了。啊，一心一想亲近阿弥陀佛。决定满愿，啊，这是谛听啊，善谛听这三个字的味道。
我们要明了。啊，下面第二句是次句赞问：邪行称理，故名如实。啊，所问如实也，问得好啊！啊，你所问的都是真实也，都是事实真相。菩萨修行，如理如法。啊，我们今天是在修行这个道路上，道路啊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是自古以来，是无量劫前乃至于无量劫以后。三世诸佛在初发心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啊，同样的难关啊。文殊、法手都是过来人，这一问一答啊，使我们警觉性提高了。原来我们迷在这个境环境里头啊，一无所知啊。没有警觉心啊，如果有警觉心那就好了啊。在这个里头堕落在这个里面，所谓是习惯成自然，说个不好听的，已经是麻木不仁了啊，好像这个皮肤一块地方麻木了，不知道痛痒啊。我们今天处的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啊。如果知痛痒，你有警觉心呢，你就会回头啊，回头是岸呐啊，知道自己这有毛病呢，要想办法去对治啊。啊，有很重的病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是最可怜、最可悲的事情。佛菩萨在此地为我们提醒，提醒有缘人呐、啊，跟菩萨有缘的，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话，他会产生高度的警觉，他会反省，他会检点，他会改过自新，那这个人这一生就有救了，啊，就有成功了。啊，那么再问呢，与年龄有没有关系呢？给诸位说，没有关系。啊，那修行是要有时间，没错。啊，你年岁很轻，啊，二三十岁，再有三十年行。啊，你能把这些妄想分别之中控制得住啊？要很长的时间的。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六七十岁了，没有这个时间呢，也行。你真正明白了之后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就是要真正放得下啊，心地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短时间也能成功啊，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行。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哪有不能成功道理啊？哎，这个若一日到若七日我见过啊，
这个事情20多年前了，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过。啊，美国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先生，啊，他是开面包店的，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临终前3天。因为病重了，啊，医生放弃治疗了，啊，说他只有几天的寿命。这个时候，在家里亲戚有信佛的，找了一个老居士给他开示，劝他一切放下，念佛求生净土。啊，他立刻就相信，立刻就吩咐家里人，你们通通给我助念，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就帮助我念阿弥陀佛。越念呢，他越欢喜。本来他是癌症很痛啊，越念的时候他就痛苦减轻了，啊，很欢喜。大家3天才完成了，念佛完成，真的是3天。啊，这是我们很多人呢亲眼所看见的。啊，所以说是年轻也好。中年也好，老年也好，关键呢放得下，认真去看，啊，不要有任何疑虑，能成就啊。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